21世纪的到来，你的新的愿景是什么呢？多数的朋友回答不外乎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但是生命的成就感就仅止于财富吗？在圣经的雅各书有这么一段经文说着：“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好像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纵然我们拥有了许多的财富，可是不见得我们很有成就感。 也不见得我们很快乐，在我们周遭有许多的朋友，他们非常的喜乐。我看见他们的信仰就是当下的去关怀、帮助这些需要的邻居跟亲人。杨牧谷牧师这一集的再生情缘，当你看完之后，我相信基督的信仰将会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成就感。我们一起来收看这一集的福音写真。 我都唔知啊，我以為你下面成，但係哦。如果係，我又唔知兩斤啦。係咯，唔緊要，唔緊要，俊清。唔夠啊。OK 啦。OK 啦。一般男人都很怕下厨房的，你想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女人都怕下厨房，就是因为太自私了。 要别人来服侍，不是不要自己来做了，以为觉得别人服侍他是应该了。所以牧师觉得厨房没有所谓是女人的权专利或者完全没有，完全不是。这样的看法的男人就太落后，而且也太糟糕，水准太低了。我跟你讲。 当医生告诉我我是患了鼻咽癌，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哈，是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混乱。我的感觉的混乱是怎么样的混乱？好像我突然间我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什么都没有，没有再需要。 等待也没有再可以，营建的地步。我跟我太太去那个诊所，我们的诊所在中环地铁站的上面。当我踏进那个地铁站，她轻轻地拍拍我的手背，三下，我突然间整个世界不再乱了。
突然间他就好像有了跌序，我感觉到好像我太太的他这个三拍轻轻的拍，好像他的一个的 promise， 一个的承诺，他要陪我走过这一趟，所以突然间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平静。就感觉到家庭对我来讲非常要紧，我反倒不是那么强感觉到我对家庭有什么贡献。比如我有了这个消息，太太的那一种的好像保证同在那一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太太对我的贡献，对我的那个帮助是我非常非常的看重。然后呢，回到家里，当孩子们晓得我有这个病了，确定了，他们当然是也难受了，但是我也感觉到他们是尽所能的来开导我。我还记得我的小女儿，她就走到我的身旁，抱着我，然后安慰我，鼓励我。所以我由头到尾啊，我觉得一个男人呢，最要紧的。千万不要轻易的就破坏你的家庭，你会发觉，你的家庭可能就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能够陪伴你走路的那一个的，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就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刚有病的时候，我的孩子都很小。我的大的孩子18岁，我的小的女儿只有14岁，所以那个病好像突然间把我，前面所有的前景都打碎了。我相信我当时是那一种的茫然无奈，然后好像被赶到一个死的角落，完全没办法。无论你懂得什么，无论你可以做什么，你就是被困在一个死的角落，完全没有另外一种的可能了，没有出路了，是那一种，我也很讨厌那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的爸爸，我作为我太太的丈夫，我有未完成的责任，这个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失落。放射治疗的痛哈，那个是有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嘛，大概在你接受第7天开始吧，你口腔以及到你的食道里面的那个黏膜就会慢慢被消掉，当被消掉的时候，它好像喝水了，好像吞玻璃一样，每一口啊都是痛的。另外一件啊，有一趟我那个内部出血，没办法可以止啊，医生就给我一些药，但是医生给我药的时候，他没有很仔细的计算过，他用的那个方法是用吃药让那个血管收紧收小，让那个血不要那么多的冲上我的头脑，但哪里晓得他当他把血管收窄的时候，我的血不够上我的脑，整个头痛的到什么样子了？好像把你的头放在油锅里面炸的那样。那个痛是传个头皮痛的，那种的感觉好惨好惨。很多人就说，怎么你可以对一个人一生几十年都不厌的吗？那个不是外面的吸引，
而且一个人能够不能够吸引对方异性，不是那个 physical 那个身体的，那个身体总是一样的了，而是当他这个人呢，他的自我能够向你显露，没有惧怕，把他打开来接受你，那个是最 sexy 的。所以我曾经这样的开玩笑对自己说，我说假如有一天什么宅人的把什么坏人把我太太掳去，我说了我一定把我所有我一生所有的我都可以拿出来把它赎回来。我觉得他的确比我所有拥有的他比那些更宝贵。我太太是我这个抗癌的过程，其实不光是在医生药物以外，而是说几乎是同样重要啊。那么在我整个的抗癌的那个阶段，他每件事情为我预备，早上要吃的药，晚上我都有用一种的方法来舒缓我的神经的紧张，他就会放一缸水，然后就放一些的伤筋进去，我就躺在那里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这样来完全的来 relax 啊，那个非常有用啊。因为那个整天你接受过治疗又要往来那个医院跟住宅的那个距离很多很叫我很紧张的，但是到了黄昏吃过晚饭，他就为我预备这些，所有这些都对我那个帮助非常非常大。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的持守着一件事情，早上太阳还没有上山，我就跟他一起去到房屋子外来做运动，然后太阳下山就是黄昏的时候，我也跟着他一起来去在外面走。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拖着手就走上山，然后在山上打一个圈就走回来，非常非常的好享受，那个反而成了我们甜美的时间了。那两个运动对我来讲非常要紧，那个运动做到疲倦了，你吃完饭我就躺在那个浴缸当中来休息，那种的对我觉得是帮助我的身体很重要一个环节。假如我经过化疗或者放射那种的痛死人的那种的经历，我怎么样把信仰放进去而还能够觉得有意义我是在那个时候体会出人在这样的那个试炼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应付，我是在那个试炼当中来体验出来。我是很早去学习到不预知明天的忧患，预先汲取明天的忧患。我是今天的难处今天当，明天的我不管，因为明天还没有来到。我只在吃早餐的时候想到我这个早上要做什么，吃中午饭才想到我中午要做什么，然后吃晚饭我才想到我晚上要吃什么，我就要干什么。我从来不做早上的时候就想到今天要做几件事情，我不想。结果呢，我跟你讲，这样的生活把一天的生活分成三个段落，我觉得什么重担都可以应付。而这是所有的机会从什么地方来？耶稣的话来，不要忧虑你的生命，那一个能够透过忧虑叫你的寿命数可以增加一天呢，都没有。你今天的难处今天当就够了，不要忧虑明天的难处了，耶稣的吩咐。我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圣经的话非常和睦，我常常觉得这是非常及时的，他读他 make sense， 他就对我今天早上就可以用得出来。我是这样的呢，来学习来应付我的问题。所以呢，Kimmo 难不难过？非常难过。但是呢，你不要想，哎呦，我还有几针要打，我要打6个礼拜，每个礼拜打5针，
30针，我现在还有28针，惨了，你28针，你怎么去挨它了？你不要想到28针啊，你28，你今天只是打一针，不是打28针，那么你就想，哦，打完这个怎么样？他会叫我吐，吐多久？我嘛，45分钟。45分钟不是永恒了，你吐一分钟，他就没有一分钟；你吐了就没有2分钟。那么你这样的一把它一 break down 来，每一段的来看你的那个四年，不是那么难来。一般我医生派给我的那个看病的时间是11点钟。我是9点钟回到医院，我就是利用那2个小时跟有需要的人跟他们谈的过程，我很满足，是因为我能够，因为我自己看很多书了，我能够把我自己能够看得到的，我自己经验到的，能够跟他分享，那么他们可以免去很多从迷信、从无知而来的恐惧，非常明显的。有些时候他们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非常不好的一些的坊间的所谓智慧，那么就害死那些癌病人了。那么我的心得跟他们分享，他们很觉得宝贵了，因为有效了嘛。我跟他们讲的都不是空话，都是我自己的实际的经验。所以因着每一趟我跟他们分享，他们都有帮助，我就感觉到很有意义。那么是这个经验呢、就叫我好了以后啊，我对我的生活那个优先次序重新排过。以前嘛，从来没有人可以改变我那个生活的习惯，我就要一起来弄一杯咖啡，然后就到书房工作，这个的程序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现在假如有人需要我去探病，写作不是我最要紧的，看书也不是我最要紧的，探病却是我最要紧的。所以我就能够说，假如我只有一个钟头，在世上只有一个小时，用来讲道啦、探病啦，或者说辅导啦，或者完全对我没不是一个问题，一定是去探病。你姐妹吗？对，是。我是杨木谷，我是从香港来的。久仰。那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你现在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最宝贝的那个探病的，是因为除了我感觉到耶稣在我的现在这个环境，他也会做那些人的工作，关心有。现在那个无助痛苦的那些人，除了这个以外，你每一趟你跟病人接触都是一个难忘的一个经验。你接触的是一个真的人，他在你面前受的无论是委屈，无论是痛苦，无论是流的眼泪，每一滴眼泪都会滴进你的心房里面，你都不会忘的。感觉到我感觉到我能够交代我一生绝对不是我的学位了，那个是什么？那我觉得很可笑，那个很可笑。这个也是我们站在这个时代世人的那个观点来评估而已。有一天你到天上，你就会觉得这个是微不足道，你不会你不会挂在口边，绝对不会挂在口边的，就是那个能够讨耶稣欢心的那些行动。所以我非常看重啊，能够探病来台湾进行那个的事，我非常看重。探病本身已经是一个目的，千万不要把探病当成一种手段，而那个目的是想在传福音，千万不要。你看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去看病人，看完他就离开了，从来没有说。你现在好了哦，你跟随我来传福音，或者说你要不要信我，你要不要相信上帝，从来没有的。他是因为看见那个人受苦，他说心不忍，他就去接近他，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这个是贪品，贪品本身就是一个的目的。我确实觉得我们进来教会在探病上面是远远忽略，是不如没有把足够的那个机缘呢放在上面。所说的机缘是什么回事呢？啊，一方面你是在那个人才的培训，一定要这个探病不是说你这样一去医院完全没有准备就可以做得好，绝对不是。因为好多情况我们没有受过训练，你是不晓得怎么样 着手的。好像举例说一个末期的那个癌病的病人，一个快要离世的病人，他很可能因为那个癌病，可能因为那个的止痛的药，这已经完全昏昏迷迷啊，也没有办法可以讲话，也没有办法可以沟通的，你怎么样对这样的人来工作？就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完全不能够反应的人，你怎么对这样的人的工作？一个好像植物人的一个情况，你怎么样帮助他？一个完全没有言语能力的人，你怎么晓得他的心意？所有这些都要有受训练。就只有你临近他的心里，对他说安慰的话，你用你的手来按在他身上。昨天的仆人呢，我的解释，哇！我谂就系咁样，即系佢真真实实嘅人。如果我哋读保罗，读唔到呢样嘢，食饭前最好唔好倾偈。他做事比较特别的地方，他比较认真。然后他如果他想做一种事情的话，他会很努力，然后很紧张去尽快去完成它。然后比如说他平常去探病，他很多他常常对我们说其他的工作是不要紧，但是人是比较重要。所以说平常我看他都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每一次有病人去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也会第一时间去摆下其他工作去探病，去跟那些人谈话。这个地方很好，因为它有早上有太阳进来，然后它好像兰花它不能够直接晒太阳的，大概是有 20% in the shade 是最理想。那么这些能够这样的壮是因为那个原因。所以你的厨房你看哈，这个可以专心两个事情，对，一个是做饭，一个是养花。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我很喜欢这个厨房。所以没想到厨房的功能这么多了。对啊，又可以养花。呀呀，一段时间家里连熟有七种的兰花开花，相当不错。现在是大概是四种还是三种？你是不是在生病后哈、痊愈之后，是不是对这种生长的这种植物特别会观察？对呀、啊、对呀、啊，有没有？我特别对能够给我看到生命的东西都很着迷，很着迷，非常着迷。我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感觉哦，是上一趟我到台湾到马偕医院去做的那个感觉。我以后都常常有这个感觉。那一天在马偕医院做完，已经好晚好晚，
整个台北市都黑了，都那些路都那个店铺都没有灯光了，所以出来踏出那个马偕医院的时候外面天空也黑的，街上也是黑的，我就是自己是累得要命，我记得那天呢、早上、中午跟晚上都有聚会。那么最奇怪的感觉就是当我踏出马偕医院那一刹那，我的心里面甜了一甜。那个甜了一点那个感觉，我觉得非常神奇啊！我的了解是，我踏出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到天上的耶稣很喜欢我今天所做的。哇，我宝贝这个感觉不得了。后来呢，好多趟在香港，我都有这个同样的感觉。一天你做完了，好累了，但是你感觉到你所做的主都写在他的册子上，他都记在心上，我就很高兴。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刚刚我们看过了杨牧谷牧师，他的一个癌症的经历。这位博士，有学问的人，有很多的著作，我们看过他很多的书，包括了他的《厨房哲学》。但是当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问题，让我们值得深思，那就是家庭中间的爱。他依靠着他的家人，让他能够走过去，他肯定了家庭的重要。可是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没有生病，是不是你一定要在生病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家人爱你呢？让我们好好的调整一下家庭的关系，我们去爱家人，付出我们的爱，也接受家人给予我们的爱。另外，我们常常看有一些人呢，不是为这个事情烦恼，就是为另外一些事情烦恼。可是杨牧师他根据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他所以把每一个痛苦的化学治疗的日子，他还可以分隔起来，分成了段的去面对。你要不要试试看？一个面对死亡经历的人，这样的一位先生，在他病好了以后，他觉得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还是要付出了关怀，付出了爱。当我们看见他进到了病房里面去关心每一个重病的病患，或者每一些那种癌症末期的病患的时候，我觉得他给予人家的那份爱，那份帮助，可以使他跟病患都得到了安慰。你看见了没有？从医院走出来的他，他有一种满足的感觉。亲爱的朋友，要不要让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多关心我们周遭的一些人？当我们自己付出了我们的爱，你也可以从上帝那里给得到了那份满足。要不要试试看？啊，愿上帝赐福你。